幸好呢，最小的小猪呢，他是一个很勤劳的小猪，然后平常都很努力在工作。你们都自己长大了，应该要自己出去住，自己吃饭，自己种田，自己生活。我要你们自己照顾自己，你们要滚出去！啊，好想睡觉。不要。哦，后来我们来盖房子好了。搭帐篷不好吧？我觉得盖大草屋比较实在。你们来看我把大草屋盖好了。哇，厉害吧？好漂亮哦。你们好赞。然后，好，那稻草屋呢，很快就盖好了，那主打就非常的，所以他两个弟弟呢，就是想要像哥哥一样去把自己的房子盖好。轻轻快快